酒精喷洒房间能消毒吗？酒精可以喷洒房间消毒，但要使用医用酒精，不能用工业酒精。在喷洒的时候，应该注意开窗通风、透气，不能用于大面积喷洒。消毒时戴好口罩、手套，用医用酒精擦拭经常接触的物体表面，比如门把手、桌椅等。消毒前应清洁好场地，尤其要把厨房中的食物、调料等放到安全的地方，远离消毒品。酒精挥发性比较大，要避免接触明火，以免引发火灾。下面给大家介绍两种房间消毒方法。一、自然通风法，定时打开门窗自然通风，改善室内空气质量，调节居室微小气候。二、紫外线消毒法，将需消毒的物品在阳光下直接暴晒，阳光越强，照射时间越长，杀菌效果越好，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。